在前世理念和老公林和平结婚七周年的纪念日，除了罕见的发了个微博秀恩爱，她还和老公甜蜜出街，过二人世界。当天理念挽着老公一起逛商场，一路走走看看，平淡温馨。二人一路溜达到一家玩具店，理念负责挑选，老公就在一旁静静陪伴。本来是老夫老妻岁月静好的画面，万万没想到这样也能发狗粮。两人一起研究起了面前的玩具球，有说有笑玩了好半天，最终收获了两盒战利品，牵手离开。随后他们又进了一家童装店，依旧是你挑我等模式，看来即便是过二人世界也不能忘了一双儿女。出门时林和平贴心的给老婆开门，全程负责拎着大件物品，牵着老婆的手去吃火锅，恩爱十足。这世界很酷。